光正的掌声终于证明邢老师不但调节唱得好，我加个歌曲也唱得非常好。那邢老师，你觉得伊人之间有咩冲突甲矛盾？有嘅，有嘅。哈，你是如何去解决这种矛盾，较好配合你嘅经验？经验就谈唔少啦，我也是到探索之中。我嘅体会呢，就是当那个继承传统嘅东西，向我学习也非常重要，而且我是要用心去学。至于当做你学呢，这就要根据个人嘅实际去认真思考。就是当采用再去其他兄弟见证，是做你要科学甲合理嘅去采用。兄弟见证甲咱其他枪法，吼、来丰富咱调节嘅枪枪技术，而唔是把枪调节枪做白米解。所以呢，我到学其他枪法嘅东西呢，或是时刻问伊啲家己是枪调节嘅，调节是生调嘅。邢老师答得非常好，调节生调。那个名字是很像邢老师的音腔，名字是调节，心胸做强盖，推头红，强很像。